近日，杨紫与肖战的一组新路透又跟大家见面了。取景地是在医院外，杨紫扎着低马尾，身穿高领白衬衫，荷叶边的领口加袖口让甜美度翻倍，细肩带背心很淑女，牛仔高腰裙又拉高了腰线显腿长，这身造型还是很不错的。要知道，路透中杨紫穿 T 恤牛仔裤，外搭白衬衫，过于接地气的造型被嘲身材五分，稍显土气。而今天的裙装不仅甜美，也更显瘦，半圆形小包又增添了一丝俏皮。搭档肖战虽说外形俊朗，是属于很精致耐看的男生，但最近跟杨紫有点同病相怜，也因为着装被嘲，大概是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衣服。看肖战剧中这身灰色西装就很适合他，看起来文质彬彬，很有质感，凸显修长脖颈的衣服让肖战更显气质。据媒体称，肖战拍完自己的戏份并没有先走，而是走到一旁看搭档们演完，等着杨紫一起去休息的地方补妆，再准备接下来的拍摄。这样大 S 的小哥哥，难怪圈粉能力强呢。肖战不仅颜值高，人又和善，看他在片场跟杨紫有说有笑，就知道两人已经通过合作这部剧是很要好的朋友了。